党演员就是他两只手左右手，他没有办法同时使用。你要那个示范。对啊。比如说，你看这样，你哪里？你敢搞我怕？哈！阿丽叶道歉没错。他左手奇怪，左手明明给他永远都上不来。对，他就是奇怪耶。永远就是这样，你敢不跪？你敢不跪？你就是这样，永远都是这样子。大家都知道我拍八点档，八点档就是有很多剧情是比较夸张一点的。麦克，什么人敢过来哦？我来给伊好看，唔相信就试看卖啊！弟弟妹，你是不是要唱其他的舞曲？这个物件哦，不管伫咧什么所在，都会当马上净空道路。你讲，这个威力是不是真大啊？啊？快点，别让！演的最好是夹着你那个警察，他真的很认真，就是什么荒谬的剧情他都可以，就是不能笑，你自己千万不能笑，而且要制造那个紧张的，对呀，净空道路，对啊，你自己不能笑。那我刚才就想说炸弹，对不对？他说，我也想是炸弹，他说你看到后面就知道了。对，我就说你也这样认为哈，对，不是是哦。可是我很佩服八点档演员，就是他一定要说服自己，对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接到剧本，以前我有演过，就是。没有办法说服我，我没有办法。那你要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个人最纠结的一件事是这样子，就是他会这样看着远方，然后电话响了，叮，哎，是向帕尔娃，哎，萧红，以为什么帕尔娃嘞？跟我什么代志？这是准萧红还是帕尔娃？对，应该是这样子，最重要的代志，跟我帕尔娃。不过我拄啊甲伊讲过电话，伊那个怎么个帕尔娃嘞？想问问看，萧红，你怕我怕我什么代志？阿妹跳哦，因为你怕我什么代志？嗯，好，我今晚去催你，你就赶紧去找他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前面讲那么久？对，你就去找他嘛，就是他要消耗这个时间呐。对，除了这个原因，还有个原因，猜猜看，两位知道为什么吗？哎，奇怪，家里怎么都没人啊？那种，或是叮咚叮咚啊，有人在家吗？我们以前也会常常，我之前刚开始，我也是觉得说这在干嘛，就是怕演员没有把它表演出来，所以要讲的让观众知道。因为八点档的时候，可能小孩才刚回来，要做饭要干嘛的，然后我希望的，对，他就是放着，对，电视就是开着，他在做他的事情，听电视，就是喜欢 OS 啊，这自己把心里的把剧情讲出来，啊，跟踪人跟踪中。奇怪，天之那在家，不可能啊！头拄仔伊明明就是要家庭过，即摆哪会无去？袂个，我一定对伊看完呀。不要，这样知道了吧？知道，就是这个说戏的道理，八点档完全不一样。八点档还有什么元素是必备的？就是死一定要死五级以上嘛，结婚一定要结大概七级以上。还有你讲那个打巴掌，对，就是八点档演员就是。他两只手左右手，他没有办法同时使用。你要那个示范。对啊。比如说，你看这样，你哪里？你敢搞我怕？哈！阿丽叶道歉没错。他左手奇怪，左手明明给他永远都上不来。对，他就是奇怪耶。永远就是这样。你敢不跪？你敢不跪？你就是这样。永远都是这样子。你知道我的又要猜为什么这样打开来镜头好？对，只有单面，不然会挡到。然后跌倒，再等你说，最后一不管怎样跌倒，最后一定会变成这样。这个是偶像剧了吧？一定就然后也没有亲到，他就最后还这样啊。都是这样，应该没有导演会安排你这样子剧情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都是性侵犯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当初
陈医师，这是你要挃的调查结果报告。啊，多谢你。结果是啥 ？Coco， 竟然不是吴嘉文。今麦请新郎高马秋季。变魔术。稍等呢。那个查某袂当穿。这个太棒了，这太棒了。这一场，这场太可爱了，这场。哇！哎呦！定格看，这身材也太好了，太好了啦！还有抹油哦。对呀。哇、wow, ！我非常喜欢这场戏，编剧好有才，真的。对，发生一次不够，再来两次还不结束，还要发生第三次，对的。所有的巧合全部凑在一个。